远投两分。远投两分。对方投篮打手犯规，罚了两次。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场比赛，两边打的也是非常的焦灼，9-8。
的头两分。来到了 TV 场跑官方的门时间，
的 Eric 请求了一个暂停，还有51.1秒，51.5秒，两边的分差只有一分。对，同时领先一方全队犯规已经累积来到了7次。那这样的话，无论如何，他们再对对手有任何犯规，对手都可以罚2球。这一分的优势并不保险。当然，他们现在手握球权。果然，这边是不敢再犯规了。哎呦，这个球也没有打进，还有这张板，翻身过头，两边比分扳平，最后15秒，这个球裁判是提前犯规。球